下一个。Hello， 韩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牧童，来自东北辽宁辽阳。老乡啊，老乡，是为了过来给我翻牌来了吗？必须的。来。你不会喜欢我吧？你不会喜欢我吧？太可爱了。哦，我一咋看一直给我抛媚眼儿？真的假的？我根本想不起来是做什么表情啊！我现在就特别想看，就是回放，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。如果我要给你毛巾的话，你会不会跟我走到最后？肯定跟你走到最后。这次的目的性，就是为了当你的保护壳。说定了，我们有一个君子的约定，我们一直走到最后。FKM， 加油！我相信他可以跟我走到最后。好的人千万不能放掉，这上一季真的吃大亏了。陈妍真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。对呀。45号，钟晨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。天哪，都是戏精啊，都是戏精啊！对啊，我选了好多，去年我选了好多优秀的人都跑别的队去了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？还有40分钟。要 battle 了，重点重头戏，因为我40分钟之后我们就要去 battle。 B boys always have to battle， 每次都需要 battle， right？ 所以有没有 B boy 要不要先上场？我看一下。 B boy 上啊。 B boys come on， B boys。 如果只有这么短的一时刻去表现最炸的一些东西的话，那肯定就是 breakers， 肯定就是 B boy。 B boysWhere my B-boys at? Oh. 队长好，我叫小明，我是一名 B-boy。All right, let's break it。据说中国年轻最厉害的跑女。是吗？嗯。他是单手8个世界纪录。就想把自己作品跳出来，我可以去证明我比其他 B-boy 会更好、更优秀。Let's go。Женя продается? Это не актуально。Get it. Show me somethin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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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Oh, shit. Okay.有的 power moves 很厉害，该有的都有，但你也知道 B boy 肯定是要 battle 的。有谁想 battle 他？No B boys， no B boys at all， 没有任何 breaker 觉得说足够可以赢这位先生吗？我的队难道只有这位先生是最厉害的 breaker 吗？ B boy 上啊。
小明的泡沫很厉害，然后大家就很安静，不知道要不要 call 他。然后他说：“难道我这边没有 B boy 吗？”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应该要出去了。我先看你的那个作品 ，OK， let's do that， let's get it， come on。I got you stuck off the realness. Yeah. Come on.要来 battle 了，你们就自由发挥，最厉害的，给我你们最好的。这个毛巾一定会属于我，因为我是最炸的。对自己 battle 很有信心，我就是 battle 出身的 B boy。DJ drop the beat。很久，其实都挺厉害的、啊，两边都有好的地方。我觉得我好的地方是在我有原创的动作。我觉得吴建豪导师应该会更喜欢原创吧。他喜欢技巧或者是感染力，然后我是属于技巧型，这个毛巾一定会属于我。battle 我们已经赢了，对我选的人给我更多的勇气、信心。我知道我选的 Breakers 的确是厉害的。B-boy breaking。